大家好，我是关关老师，这次很开心要在 Google Fisher 要开 Photoshop 网拍速成上手班。那我想要帮助以下这些人：第一种想要学会 Photoshop 的人，第二种想要当 SOHO 族的人，那是接网拍方面；第三种以及想要在网拍社群上面卖东西，但不会美工设计的人。以下这次课程会上到：第一个，使用形状工具让你快速了解 Photoshop。第二个，快速去背教学，那这招很好用，可以套用所有的图片。第三个，快速修图教学。第四个，banner 制作完整教学，做出像网拍一样好看的 banner，也可以用在粉丝专页的封面。那以上这是好用的课程，那也欢迎大家来报名。那我上过的课，许多的学员都给我非常棒的评价，所以不用担心，勇敢来上这次的课吧，期待可以帮助到你哦。